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克汉，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 SNK 格斗世代。好，旭哥接下来分享这个可以免费拿到很多只这个 T 0神角，包含是这个不知火舞啊，还有这个霸王丸的方式啊。这两只旭哥都冲到很后面了，这两只一个三星，一个二星啊，而且还拿了不少碎片，这个后期啊非常好用。然后还有这游戏的最多组的礼包嘛，详细的兑换教学，这个30组的需要，跟着旭哥最新的需要，爽爽的领起来。好，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嘛、礼品嘛、兑换嘛、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那旭哥有是这个旭哥手游攻略的这个格斗天王专区啊，那这边有这个 SNK 格斗世代的各种最新的攻略，还有福利啊、礼包码序号，各种最爽的转蛋都在这边。最新的活动呢，旭哥分享一下，这次可以拿到很多的 SSR 的这个碎片，而且是自选 SSR。我们点这个画面右上角呢，这边有自选 SSR 的这个奖励。那我们只要这次玩这个小熊啊。小熊维尼，然后就会有这个可以到下一层，其实很多游戏都有啦。然后到了下一层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奖励了，有这个自选 SSR 的箱子碎片，再加上这个金币以及以太纤维，你可以自选这个奖励，你可以自己选你需要什么这样。那旭哥是选这些。好，那我们就把它玩一玩吧。那消耗这个沙包就可以玩这个小熊。好，到下一层，那到第七关的时候一样有奖励，就是一直冲关。其实玩法很简单，就是很像抽抽乐、搓搓乐那种，有没有？好，那我们现在到背包，把这个随机的格斗箱开起来。哦，哎、欸，又不知火舞啊！哇，第三只不知火舞啊，太扯啦！连中不知火舞啊！接下来冰与火还可以自选一个 SSR， 那拿这个 K 好了，旭哥目前的主力。然后这个 SSR 格斗加自选箱呢，这边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那旭哥先拿一支这个霸王丸好了，好用的这个 T 0神坦，直接入手一支了。接下来就可以把它合成出来，拿到一支这个 SSR 的霸王丸。那接下来一样还可以去自选，还有这个随机的斗魂。好，来开抽一下，先来个十连压压惊，有没有必中 SSR 呢？哇，哦，有一个 SSR 的随机格斗箱啊。那有请抽压压惊一下。又是你，李烈火，黄飞鸿，我长得很像黄飞鸿，东丈，再来开抽，草剃柴州，再来，马克西马。哦，黄飞鸿。好，那旭哥直接十连啊！旭哥目前有40000多钻啊，快要42000钻，直接买十抽了。来，草剃柴州。哦，有了！哇，不知火舞啊，再来一只！哇！晃奶界的始祖，最香最色的不知火舞啊，太香了！再来，不知火舞是在心愿清单中的。来，再来抽了，看能不能把霸王再拿一只啊！今天已经用这个
自选的方式拿到霸王丸的。来吧，哦，有了，该不会就是霸王丸吧？啊，觉醒莉安娜，也不错啦，是个妹子。哦，这一次冲的蛮快的。有没有钻石大手笔的砸下去就对啦，马可。哇，这次砸了好多钻啊！再来，来大手笔，狂抽，好像有看到哦，好像有金色的感觉，有了有了，有霸王丸入手了，各位观众，真实伤害 T 零最强的隐藏版角色啊，最强的这个神角霸王丸入手了，再拿一只。好，这个 SR 也把它开一开，然后 R， 再来这个自选，好了，全部都用霸王丸好了，最强的隐藏版神角，把它冲起来了。哦，觉醒了莉安娜。直接冲到，哦，角色都冲很快。欸，重点是我们的霸王丸要冲一下，哦，五星欸，又一只五星角了。马可还蛮好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不知火舞和霸王丸。不知火舞，旭哥应该抽到四只以上了，差不多四只吧。好，接下来这个霸王丸升上来了，恶心。好，冲起来，爽啊！这两只，旭哥现在队伍的主力角色，哇，不知火舞实在太香了，这个奶赞。大家喜欢哪一个角度啊？赞赞赞！好，旭哥就来分享这个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码，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人头，点进来之后呢，我们点画面左边的设置，设置点进来之后呢，我们点画面右边的兑换码，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那我们就输入这个 S N K C Y Y S N K。CYY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接下来输入 SNKDC666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XDU666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个 XDU888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KSANDY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接下来是录 SNKWAYNE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接下来是录这个 SNKILOVEU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接下来是录 SNKMCAT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接下来输入 SNKSLIVER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接下来输入 SNKLEA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SNKFB666 接下来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我们输入 SNKLOUIS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SNKGTONE 接下来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SNKYUCI 接下来按兑换，
就显示兑换成功了。SNK 888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VIP 1688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SNK HSU SNK HSU， 接下来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接下来输入这个 SNK PMGO。SNK PMGO 按这个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接下来输入 SNK UGDV， SNK UGDV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接下来输入这个 TSH666， TSH666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TSH888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SNK SSR888， 接下来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个 DCUR777ST， 接下来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SNK 77777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SNK 66666， SNK 66666，接下来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SNK 88888， SNK 88888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SNK 520， SNK 520，接下来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接下来输入这个 SNK， 然后1688， SNK 1688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